迎来到咪咪游乐园，让你猜谜都猜不到。不论动身体或动脑，答对答案才最重要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奇奇怪怪咪咪国王爱热闹，咪咪乐园欢笑永远不会少。答对就哈哈笑，哈哈。Yeah!我们回来啦，这是我们带的千层派要给大家吃的哟，保证好吃，得到金牌认证的哦。哇，是刚比赛回来的悠悠妹还有洛梨甜甜师傅二人组，他们真的得到冠军了耶，太厉害了，而且他们还带了冠军作品洛梨千层派哟，一定很好吃。小小兵，你们有吃过千层派吗？有吗有吗，想吃就得先通过考验哦。好吧，从上到考验记忆三秒钟。这里有三种层层堆叠的考题，一号美味冰淇淋，二号啦啦队特技表演，三号大小乌龟，请仔细观察这三幅图画，并用最快的速度记住它们。预备，记忆三秒交，三二一，时间到。咦，国王该不会是要考考我们里面哪一种跟千层派一样好吃吧？怎么可能，我们的千层派可是冠军耶。那我来猜猜看，国王应该是想考考你们刚刚的冰淇淋、乌龟还有啦啦队，哪一个是叠的比较多层的呢？好，那请问啦啦队是几号呢？哦，啦啦队是最高的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答案哦。哦，答案真的是啦啦队，他们总共堆了四层，非常的厉害哟。小小兵数数还有观察力真是棒。冰淇淋有三种口味，所以是三层，乌龟有两层，所以呢答案就是有四层的啦啦队特技表演，真有趣耶。那国王，你知道还有哪些答案也是像这样一层一层的吗？吼吼吼，张大眼睛仔细看，拼图猜一猜。诶，这个看起来好眼熟，答案会是什么嘞？啊，这个我好像会玩呢。小小兵，我们仔细观察线索，待会音乐结束的时候把答案说出来哟，加油！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快快快想一想，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小小兵，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会是叠叠乐吗？请国王公布解答。哇，真的是叠叠乐哎！而且我最喜欢玩叠叠乐了，我可是叠叠乐的高手哦。我也是哎，草莓姐姐，待会一定要跟你 PK 一场，看谁叠的最高哦。还有一串难题，动动脑，配对连连看。好，我们来问问看，小小兵们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三组小小兵，他们的装扮很不一样哦。先来看看第一组小小兵，请问你们的装扮是什么呢？哦，所以你们是烤肉店的老板吗？是是哦。那我想要问问看，请问你们烤肉店里面，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最好吃？烤玉米。玉米还有嘞？烤香肠。香肠还有嘞？还有什么？烤肉。烤肉。好，那我来问问第二组的小小兵，请问你们的装扮是什么呢？农夫。农夫哎，是辛苦耕种的农夫。那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有种了什么东西吗？玉米。玉米哦，那还有种什么吗？洛梨。种洛梨哦，那你们喜欢吃洛梨吗？喜欢。太好了，那下次一起去吃洛梨千层派好不好？好。换第三组咯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谁呀？小蜂蜜老师。那
我们赶快来问问看国王，国王你要给我们什么考验呢？三组小小兵，这里有一串串的项链手环，还有美味的香肠烤肉串，以及一串串香蕉，请三组小小兵在限时时间内找到跟自己有关的图案。好，请问小小兵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音乐结束之后，要把答案选出来哟，加油！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想想看，想想看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今天国王要考我们跟串有关的题目哦，我们赶快来问问看。第一组公益老师小小兵，请问你们选择的答案是什么？手工艺用品店。哇，没有错，手工艺用品店里面的项链、手环都是用一颗一颗的珠珠串成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手工艺老师来考考你们。我们现在看到桌上有很多的珠珠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先选出八颗你们喜欢的珠珠吗？好不好？放在碗里，请选择。哦，你要选颜色，通通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颗，这个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选择。好，好了，现在他们都已经选出他们喜欢的珠珠了。等一下呢，要把珠珠全部都串到这个绳子上，然后做出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手环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大家一起说，开始。慢慢的，他们串珠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，因为发现有的珠珠的那个洞比较大，有的比较小，哇！所以手工艺老师真的手要很巧哎，来帮你们绑起来好吧？这样有没有超可爱？好了，开心。来，我们第二组的小小兵，请问你们选择的答案是什么？烤肉店嘞，那想问问你们今天要准备什么食物呢？香肠加玉米。那我们一起烤一烤，一起说烤一烤，烤一烤。然后我们刷上烤肉酱，一起说刷一刷，刷一刷。好，那我们闻闻看有没有好香哦，太香了吧，味道都飘过来了呢。接下来第三组小小兵，请问你们选择的地方是哪里？果园。就是香蕉果园哦。那你们这里面有什么水果呀？葡萄，还有香蕉。哦，有一串葡萄，还有一串香蕉。那请问一下，等等，我最爱吃的奇异果，也可以说是一串奇异果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颗。对，因为奇异果呢，它是独立生长的，可以说它是一粒奇异果，或者是一颗奇异果哦。太好玩了！现在我们要来问问看，国王，请问我们有答对吗？全部答对，恭喜过关！挑战通通完成，成功！恭喜小小兵得到今天的迷迷徽章，太棒了！一起出发去跳舞喽！猜谜小兵，来接受胜利的 happy！ 耶！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跳舞吧！嘿 ，happy happy， 我们一起 happy 猜谜，一起游戏充满回忆。胜利胜利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，一起唱着进行曲。是很多一串一串的东西，像是水果，一串葡萄，摘葡萄呀，摘葡萄，摘葡萄啊，摘葡萄。有一串香蕉，剥香蕉呀，剥香蕉，剥香蕉啊，剥香蕉。我们打成果汁，一起说咕噜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咕噜。最后一起来干杯，干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串珠珠哦，所以要串手环呐，串手环，串手环呐，串手环，串项链呐，串项链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下次再来哟，下次再来哟，继续跳舞了。猜谜小兵真的非常 happy。
想起来，快要被肚子饿打败，已经无法再等待。感受怦然满肚，有一种特别的爱，和最喜欢的你们一起开动，让甜蜜满怀。编造这道人无比的交响曲，咕咕咕咕咚咚 ，Let's party， 快集合一起举杯。是平常的笑容，像拥有满满爱，分享这份感动，手与手的触碰，彼此的心灵会变得更接近，说声谢谢你是我的真心，让一切更美味。各位亲爱的小宝贝，在你们的心目中最特别的才艺是什么呢？今天宝贝大明星特殊才艺篇要带你们看看许多有趣的才艺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典颖。郑典颖绰号点点，小小年纪却是厉害的滑雪高手哦。他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滑雪板。因为爸爸是滑冰教练，所以可爱的点点可以说是从小在冰上长大的孩子。他今天就要为我们来示范雪板的几个专业的动作哦。首先就是穿装备暖身，再来这招是直线刹车。哎呀，看起来有点失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赶快站起来继续下一个动作，三角锥躲猫猫。看着点点左闪右闪，滑雪板在他的脚下就好像身体的一部分，稳稳地在斜坡上滑来滑去，真是开心。这种剧情好像做梦。接下来这招叫做 C turn， 就是用雪板在斜坡上做出一个 C 型的转弯。看着点点这么自在的玩雪板，小朋友是不是也想试试呢？如果觉得有点难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从玩滑板开始哦。六岁的浩浩是个热爱滑板的小男孩，问他为什么想要学滑板，他的回答是：因为我妈妈在运动公园看到，她叫我去学，之后我就去学。这么听话的浩浩，在学习滑板一年多之后，竟然就拿到了全国冠军。想对你比大拇哥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浩浩厉害的滑板技术吧。首先，浩浩不断的加速，上了斜坡之后，准备表演第一个动作，跳台阶。顺利过关，接着浩浩一个回转之后继续加速，准备表演第二招过三明治。一样也是顺利完成。这时候浩浩慢了下来，调整一下速度，准备再度冲刺。他很会杀猪，一个像海豚的完美跳跃，实在太精彩了，真不愧是全国冠军。谢谢浩浩带来帅气满分的表演。在连续两个滑板类的才艺之后，我们要暂时离开陆地，往水中前进。大家好，我是妞妞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心。妞妞跟巧心是一对喜欢游泳的好朋友，今天他们要一起完成三个困难的水中任务哦。
一个任务水中蛟龙，两位小朋友用自由式游玩一趟就算完成任务。牛牛、巧心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牛牛跟巧心努力地游出标准的自由式，相信他们一定很快就能够达成任务。恭喜两人顺利达成任务。接下来进入第二关，水中体操王。小朋友只要站上水中的浮板，并摆出胜利姿势，就算过关。牛牛、巧心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考验的是两人在水中的灵活度与水上的平衡感，两人都迅速地完成了任务。接下来最后一关，水中美人鱼，两位小朋友要挑战在水中张开眼睛，并通过水底拱门，这感觉有点难耶，而且要在水里张开眼睛。牛牛、巧心，你们怕不怕呢？果然是高手，看巧心二话不说马上潜入水底，很快地穿过水底拱门，而且眼睛是睁开的。巧心，你真是太棒了。接下来换妞妞，妞妞也是动作利落地穿越水底拱门，水中美人鱼成功。妞妞跟巧心合作完成了三项水中任务，真是不简单。接下来我们又要离开水面，向天空出发咯。大家好，我是曹恩提，擅长口语表演的恩提今天要用什么方式带我们上天空呢？播报气象。话才刚说完，恩提马上就进入表演状态，我们就来好好欣赏恩提的气象预报吧。大家好，今天来播报我们的气象报道。早上气温22度，太阳会被云挡住，下午的气温25度，会下大雷雨，请外出的观众们记得穿雨衣或带雨伞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报道，谢谢大家。恩迪是不是开朗、专业又有自信呢？下一个特殊才艺会是什么呢？这位笑容甜美的小女孩叫做云溪，她很喜欢画画哦。那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你最喜欢的一幅画？你最喜欢这个？你看。是立体的，那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画？因为它很可爱。一样可爱的云溪今天要带来的特殊才艺是画画挑战，他要跟同样也很爱画画的羚羊哥哥比赛，看看谁在限时内能画出最多让香蕉哥哥猜中的物品哦。开始，画画了一条线，我看一下，然后画了一个方形，有一颗一颗的，我觉得画得很像。哦，红绿灯，答对了，下一个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也是一船船一个帆船吗？太快了吧！帆船，答对了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仙人掌吗？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一个楼梯。消防车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他都没有讲话，他遵守规则。荡秋千，荡秋千，火箭，太空梭，几个字？三个字。楼梯，城堡，三个字。画一个人会从哪里玩？溜滑梯。时间到了，哇！我来看看答对几题。四题，哎，不错啊。四题，恭喜你，四题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羚羊挑战开始。一个一个一个圈圈，一个圈圈。一个碗，一颗一颗，一颗一颗问号面。我画的东西，你画的东西，馄饨汤，馄饨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是馄饨。答对了。帆船，帆船。不是。红绿灯，红绿灯。哎，就这样子哎。就这样子，梯田，梯田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你画两个一样的给我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一颗一颗的。巧克力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啊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这样子。三个字吗？但风筝，旅游云。Yes, yes。时间到了。是假的。恭喜云溪获胜。今天的宝贝大明星们都有特殊才艺，又有自信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只要对自己充满信心，你就是最棒的宝贝大明星哦。
欢迎参加。